箴言第二十四章。你不要嫉妒恶人，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，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，他们的口谈论奸恶。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，谋士众多，人便得胜。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，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。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，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，懈慢者为人所憎恶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需拦阻。你若说，这事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我儿，你要吃蜜，因为是好的。吃蜂房下滴的蜜，便觉甘甜。你心得了智慧，也必觉得如此。你若找着，至终必有善报。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你这恶人，不要埋伏攻击一人的家，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，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；恶人却被祸患倾倒。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；他倾倒，你心不要快乐。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我儿，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，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，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。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，谁能知道呢？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。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，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，这人万民必咒诅，列邦必憎恶。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，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。应对正直的，犹如与人亲嘴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，在田间办理整齐，然后建造房屋。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，也不可用嘴欺骗人。不可说，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刺草遮盖了田面，石墙也坍塌了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，我看着就领了训诲。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